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二燕的世界。今天呢是我们行程的这个第二天了。那昨天晚上呢，也是没想到下山的时候呢，从这个巨山国家公园的山路呢开下来，开了很久很久。这个山路我非常的绕，而且呢速度需要非常的慢，所以没想到回来之后就已经很晚了。那今天早上呢，在出发之前呢，先给大家录一个这个我们入住的这个2人便秘，中文呢应该叫爱彼迎吧。名字起得还挺好的，其实就是这个共享经济嘛。然后来到这个民宿，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住的这个民宿是什么样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住的民宿的全景。然后一楼呢，应该都是车库，主要的住宿呢是在二楼。这个民宿的位置呢，是在距离巨山国家公园开车大概45分钟的小镇，叫 Visalia。那这儿呢，离这个 Visalia 的中心地方呢，又有10分钟的车程，所以呢，是属于比较乡村的地方了。这个房间的价格呢，当时标价呢，我记得是170多，但是一晚加上这个杂七杂八的费用呢，然后包括清理费啊，还有给这个 Airbnb 平台的费用啊，加起呢就大概已经超过了278一晚吧，还是280多一晚，大概是这样。这整个的这个民宿的环境还是不错的，下面呢是有。房主应该是房主打理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园艺，现在呢是清早，所以呢还在持续的浇水。他自己打理的这个园艺呢，包括整个的这个院落呢，还是挺漂亮的。他这边呢，先进来呢是有一条私人的路，然后这个前方呢应该是他们家的主要的这个住宿场所，他们应该主要在这里面居住。然后后院呢进过来。这边呢是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民宿，紧接着这边呢是他们自己收留的这个养的狗，然后有一些呢是他们救援的，有一些呢是他们收留的，还有他们自己养的。这个现在看不到，因为他们是早晚的放出来，因为这些狗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驯化呢，所以呢有可能会咬到人这样，所以呢，他们平时呢也都放进去。然后远处呢能看到那边呢就是有一些牛啊和马呀，所以这边呢气味就会比较重。但这些牛和马呢应该不是他们家的，整个这个地呢也是非常大，可能因为这边比较偏僻吧，所以人均拥有的这个土地面积呢也是非常的大。这个园艺还是非常的不错的，看得出来呢，平时这个房主呢，应该是经常的去打理这些东西。这个看到这些杂草呢，都是刚刚的清理过。他们家呢有2棵特别大的这个树，这儿呢就是白天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但是晚间的时候呢，多少还是有一点点吵。因为太安静的时候，旁边的那个快速路啊，车一开快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吵。整个这个加州地区就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植物，这些在这个中部呢，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的，除非在这个植物园当中，就是能抗这种，就是抗这种比较热的天气的这种植物，比较耐旱的植物。咱们上去进到屋子里看看。啊，对了，其实这个房主呢想打造一个日出房，因为这个房子的朝向呢是向东，所以他在这个阳台上，包括楼下放了很多沙发和椅子。但是我觉得在国家公园附近吧，很少有人呢能在这个旅游的时候起来看日出，就算爬起来了，也是去国家公园看吧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商业概念呢有一点点小失败。这个畜牧业真的是没想到气味能飘到这么远，环境应该说非常好，也没有什么闲人，但是这个味道啊，也可以说是十里飘香了。那这个民宿呢，一进门呢是一个厨房，这个厨房呢也是都有，这就是住民宿的这个好处吧，可以自己呢弄点简单的吃的，有各种这个调料啊、道具啊，还有一些锅碗瓢盆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咖啡机，可以自己呢早上呢做一点咖啡。因为始终嘛，这边是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就是有了这些东西呢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昨天呢，我就去这个沃尔玛呢买了些吃的，然后一会儿呢，准备一下早餐，
加上呢，中午呢稍微带一些吃的。如果在国家公园里面吃饭不方便的话呢，刚好就可以利用好自己带这些吃的，然后自己吃午餐。而这个房主呢，我感觉也是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房主吧，准备了一些，就是做这个蛋糕的 pancake，还有一些榨汁机。这边的好多碗，还有咖啡机和烤面包机等等，应该说准备的很全。然后这边还准备了好多这个调料啊，跟吃的什么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美国人特别喜欢把这个墙面的这个纹路啊，或者说表面呢，弄成这样的一个效果，尤其是这种天花板呢，弄成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具体原因呢，不太理解。咱们呢更喜欢就是，通常来讲更喜欢就是稍微光滑一点的平面，至少不至于说的弄成这种效果啊。紧挨着厨房呢就是这个餐厅了，餐厅，然后这边是这个客厅，整个这个构造呢挺大的，然后里面呢是一个主卧，还有一个客卧，然后就看到这个风格呢非常的美式啊，因为觉得美国人呢就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电扇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墙面呢，就特意营造这种凹凸不平的这个感觉。这种墙面看得出来，就是整个这个房子呢，房主是用了很多心思在上面的。因为房主用了很多的这个壁画和一些老式的一些这种风格的台灯，其实整个房间的这个整体呢，还是挺搭的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反正它这种效果呢，搭配整个它这个软装啊，看起来效果还不错，挺适合这个民宿的，我觉得。学区反正有电视，然后有这么几张沙发，它基本上用不上。只是相比酒店呢，我觉得这个民宿呢，空间上要大一些，活动起来呢会稍微舒服一点。紧接着这边就是卫生间和卧室了，卧室呢，分一个主卧，然后还有一个客卧。这个床啊太软了，索性还是在地上睡吧。这个，哎，美国这个床啊真的是软的不行，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床这个软度，索性这个昨天呢就在地上睡了。主卧这边转过来的，就是跟卫生间是相连的了，非常典型的一个公寓式的一个结构。然后这边这个客卧呢，相当于一个儿童房，这个房主呢也挺贴心的，这个为这种儿童房的设计呢，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玩具，还有书籍什么的，两张简易的这种儿童床。在这种地方吃饭呢，就不能太讲究了。昨天呢，到晚上到这个沃尔玛买的方便面，还有鸡蛋，还有牛奶、面包这些东西，然后就简单吃一下，因为这儿呢去早餐店呢也比较麻烦。这算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好处吧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弄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。这个房主呢还准备了一个留言簿，可以写下你的一些心得。这样的话，好多客人呢都在这上面留言。从这个留言簿上看呢，感觉来的人还可以啊。从这个应该说开业至今吧，大概有这么多客户曾经留过言。然后这边呢，就相当于他们的这个车库啊。然后西房呢是在这里面，现在这个车库呢，应该就是相当于被弃用了。这边是这个洗衣机跟烘干机，但说实话，这个洗衣机跟烘干机啊，太久没人用，或者是该清理了，看着呢挺脏的。其实这么大的车库，要是愿意改造的话，可以改成民宿，更多的房间呢也是绰绰有余。不过呢，在美国车库呢是不算住宅面积的，所以相应的也就不需要交，车库那部分的房产税了。只能说各有利弊吧。但是我看这么大的这个仓库呢，至少搞个啥玩的也挺好的。不过人家也不缺地吧。朋友们觉得这个民宿怎么样呢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去改造它吗？